如果他们同演一部剧，剧名叫什么？我魏无羡要杀谁？谁能阻拦？谁要敢阻拦？要死要直接杀了魏你的狗！你们应该知道谁才是这六界唯一的主。你若敢为你们忠义，伤他一分，我便拿你满门。你若是敢伤他半阴曹地府，老子会亲自取了你的性命。若敢伤我妻半分，我李成义必定将你千刀万剐。人除必行，犹如此剑。本君有我，天也不能伤我。千刀，我要一刀，何斩天人？蠢东西，还敢在这里丢人现眼吗？别拿容忍当纵杀那个出言辱我的，一脉是我的，你没有资格跟我讲话。我说，都起来！还要我请你起来吗？跪下！今日起，六界四海，唯吾独尊，以我独尊。恭迎回主归来。